线码头准备登船的人潮不少，大家一身休闲装扮，提着行李就是要去小琉球玩。因为民宿没办法取消，都规划好了。交通船上大家感受威力，宛如海盗船，担心海象不佳，航运业者纷纷调整营运时间。泰富航运早上11点之后到3号一整天都停驶，蓝白航运正常行驶，但登船地点改到大埔渔港。小琉球也有许多游客急着回本岛躲台风，海浪的状况都有一些影响啊。往南走到加勒水，风浪不小，但一大早还是有专业级玩家冲浪，最高吹起7级阵风，浪高大约2到3公尺。不过8点半发布海警之后，东面海域就插起红旗警戒。至于本园区南湾及西海岸地区的沙滩，本处也会随时注意浪况，调整因应。另外，东港渔船也纷纷靠岸，渔民担心危险，不捕鱼了。再来到台东沿海，海浪不断拍打消波块，激起浪花。日号早上风级5到7级，浪高最高有4.5公尺。绿岛一号下午就有游客回到台东，绿岛之星、天王星停航到3号，凯旋客轮停航到2号。中央气象局呼吁沿海地区海象不佳，请民众务必小心安全。华视新闻周孟汉、陈信仁、蔡孟俊屏东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另外，可以上 LINE 贴图小铺来购买华视主播的官方贴图。